大姐，大姐，你们得认儿呢，不说一会儿就跟上吗？认儿呢，大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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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家上哪儿的呀？啊，刚才那些都是你事儿。哎呀，别问了，孩子说一会儿就来了。哎，你咋尿车上了？啊？ 经常来了，经常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车吧。行，我跟你们说吧，天刚亮就过来一辆车，把他们娘儿俩扔在这车里就走了，这一走就没人影了。这娘儿俩就赖在车上不走了。你是哪地方人呀？你要去哪里啊？ 你那里是什么人呀？他们去哪了？能联系上不？你不说话行不行啊？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。你坐在那车，什么事情解决不了？走吧，走，带咱往你领我们去派出所吧。走，领我们去派出所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这样吧，嗯，私下陪他们去派出所吧。 走，我说，我说，哎，大姐，干啥来着？这是，他死活不下车呀！干啥？哎，你干啥来？你别吓唬人了好吗？大姐，大姐，冷静好吗？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你这是干啥？看来他是死活不下车呀！我看这事儿啊，他是不能强来啊。佳佳同志，他要是死在我车上，我可就说不清了。要不这样得了。 就让他抬着我车上，总比出了事儿强。完了，爆胎了。你看这样中不中啊？ 你呢？先下车，我把车修好了呢，我再回来接你，中不中？高迪，你说句话呀！你不下来，这台我咋个一步啊？说了半天了，你咋就听不懂呢？ 你下来，把车修好了，我再把你抬上来，不就完了吗？我又跑不了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走了走了。你在车里待遇可够高了呀。 一会儿可得按小汽车的标准送你钱了。人嘞，咋就把车给丢了呢？酒也不缺，心的不赖。说不准哪天，我还能把它找回来呢。
大哥，我不是恶你，俺俩实在是没地方去了。你咋找到这儿来了？给线，修车线，抛车线。快洗吧，洗完了吃点东西。好，这都好说，这都好说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这回总算是敲定了。人家那边说了，知道咱家啥情况，不会再提啥大条件了。三叔，你咋把孩子抱来了？别说了，摔都摔不掉了。我正想跟你三婶去看你们呢，这到底咋回事？咋回事儿？还没问出来。俺问也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把恁俩送回去。可你这啥也不说也不行啊。大妈，你把俺闺女留下吧。啥？你信山就信到底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干啥嘞？高低要送走，越早越好。等问出来他们家在哪儿，我就把他们送走。嗯。来，告诉奶奶，爸爸在那儿，奶奶给糖吃。对，你家是哪儿的？你说。说。家是哪儿的？你爸爸叫啥？给孩子，给孩子。哎呦，三叔，警察同志来了。警察？哎，大妈，你让警察走吧。你怕警察干什么？我不是怕警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他们走吧。啊，那快进屋，进屋。哟，到这门了。你这样让警察走，我回头俺娘俩就走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进屋。那你要是不走，俺有什么法儿啊？俺要是不走，你回头再找警察都不晚，是不是？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妈。我们是派出所的，来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，你家是什么地方的？来这儿做什么？哎，警察同志，是这么回事，他们娘俩呀是走散了。今天，是昨天晚上已经和他们家人通了电话了，他们今天就过来接他们回去了。哦，联系上了。哎，联系上了。俺该做的呀都做了，这可有言在先了。你这不说话也中。大不了我们把警察再找来。你就说你是自己走啊，还是等警察来了再走？咱走，看警察来了他咋说。走走走走。嘿，大哥，你看我说的啥？不走了吧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没有其他办法，还得找警察。Yeah.
干啥？哎呀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哎，这就家里孩子，还是他妈嘞？在家里。早上哥啥时候办事啊？别忘告诉一声。办啥事？净瞎说。娘娘，七舅好玩吗？好玩。谁给你买的？爸爸给我买的。不对，妈妈给买的。哎呀，恁说风言风语的，你让那边知道了可怎么弄啊？他们爱咋说咋说，人一走了啥事儿都没了。走，他要是不走嘞，再过几天他自己还不说？他要不说嘞？不说，不说。我说，你说，哎呀，哎，孟昭良家那个娘俩咋样了？没听说。媳妇可漂亮了。哦，这都省事了哈，嫁了个县城的媳妇，迎了个县城的爹。说的啥话真是。三叔，多喝点。好，不说。三婶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，倒点。好。你来点。牛长满，男人家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早都不知道家是哪儿的了。嘿，你咋能连自己家都不知道在哪儿嘞？那不糊弄人呢吗？我从小就被拐出来了。刚开始买来买去，买了可多地方，最后买到了河南。中间儿我也跑了可多次，就都被抓回来。那你咋不报案呢？报不了案，他们看得太严了，出不来。那你又是咋到俺们这儿来的呢？家里现在没法养你了，干脆给你送回老家算了，叫你一天到晚光想着跑跑跑。那把妞妞给我，我到哪儿他就到哪儿。你还要小孩？那娘了个腿！孩子跟着你，你能养得起吗？小孩不给我，我就死到你面前。死丫头，养来这赔钱货，老子是不想要了你。这么多年，得买来买去，那日子我都不知道咋过来了，中间。坏过几次，都没留住。妞妞是随后才有了，就因为不是儿子，对我整天又打又骂，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就连她自己的亲生闺女，她都不当回事儿。要不是那天他喝醉酒，俺俩还跑不出来了。跑出来的？那你的腿
呀，他嫂子来啦。你说说啊，你说说，你这是办的啥事儿？你这是，哎呀，有你这样办事的呗？我干什么呀？没干啥。这人都养到床上了，还说没干啥？啊？可不是恁说的那样啊！你听俺说。你别跟我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黄了。黄了。三婶啊，你坐下，咱慢慢说。至于人家说的那些更难听的话，我都没法跟你学了。大姐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别跟我说，你说了没用。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嘛，孟大哥他是真是好人，他是因为俺娘俩可怜才收留了俺，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。那俩的事我不管，我只是把话给你传到都行了啊。不是你我说赵良啊，听说那个女的长得不错，你收下就得了。嘿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呢，就是看见他们娘俩可怜，他无家可归，你光棍一个，我看你俩是缘分。人家是有家室的，过了这几天嘞，人就回去了。有家室的他跑这里干啥来了？还带着个孩子？听说你惦记了一整天，晚上把他拉到家里去了。谁说的？这还谁说？谁都知道。说，你把人家睡了吧？一定是把人家给睡了你。放屁！睡了就说睡了嘛。你胡说啥？你胡说啥？让你胡说！你啥意思啊？胡说什么？你啥意思？胡说什么？你啥意思？别打架！别打架！我让你胡说！别打架！别打架！你啥意思？别打！别打！老板，老板，别打架！你啥意思？你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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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？没了？找着了吧？没有，全村儿俺都找遍马坤，马坤，
就算恁不想俺，恁也得想想孩子吧。恁说俺会把孩子带大，那能一样吗？本来他爹就不行了，你再让他没了妈，你怎么能忍心吗你？你个虫！你虫！你个虫！你虫！你虫！你个虫！你虫！你虫！虫！你虫！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？没事啊，马坤，马坤，哎呀，马坤，你干干什么呀，马坤？哎呀，孩子，你听话啊，马坤。什么呀？啊！怎么了？啊！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大妈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和大哥。都过去了啊！人家那边都说了，只要把你们娘俩早点送走，就没事了啊！大妈。是命，我想回家。你说什么？回家？我想家。回家是对的。这家得回，可是总不回呀。这有啥愁的？实在不行找政府，不行我明天上镇上派出所去问问。对呀，电视上不是老播这事儿吗？都是警察逮着找到家的。俺也是这么说的，可他死活也不让俺找警察。哪又是为啥啊？不能找警察，找警察小孩就得被送回去了。那孩子就给他呗。咋说他也是孩子亲爹，不能给他。咋了？他就算饿死，我也不会给他的。我不回家。妞妞乖，妞妞乖啊，回家。妞妞乖，不回家啊，不回家。哎呀，这贵州这么大，你又说不清恁家的地址，咋找？哎，这是重庆了，到重庆就到长江边上了，还往哪儿走？嗨，就算找着有啥用？他自己又不会做，用不着家在那儿，还不能走路，还不让招公安。我看他这是诚心走的。我看这倒是不行。不行，要不是他。咱的亲事能慌？哎，他要是个葫芦人，那该多好啊！嘿，他要是葫芦人，还能轮到咱？切！高低都得把他送走，要不然真成了想家媳妇儿。娘，我想好了。我自己送他们走。早不就说你送吗？可总得知道往哪儿送吧。再说他一个摊子，我等车。等车送他们走。等车？你这是臭？
的什么风啊你？登车又用不了啥，路上还好打听。要不然，就算知道他家在那儿，他们也走不了啊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我到火车站打听过了，从咱们家到贵州啊，中间要倒好几次车，更别说找他们家了。再说呢，到了贵州，去哪儿都不知道。有个车啊，就方便多了。恁知道贵州有多远吗？我查了，不到2000公里。这都夏天了，就当看景了呗。再说那么远，这人也受不了啊。我在家哪天不蹬100多里？没事儿，就这么着了。大妈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走了。我不是不走啊，我是说，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我肯定卡在没人说的时间内走，不能让大哥去送，太远了。这是中国地图，这是贵州省地图，路线我都给你画好了。我就回来了。白当，俺是赶紧走，早点回去，早了了心愿。今儿这一走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见面了。别说报恩了，就是以后想来看看，恐怕都很难。看你说的，这就是咱娘俩的缘分。等你回了家，俺去看你。娘，回吧，我们走了。快走吧，路上可千万千万加小心啊！
好嘞。妞妞，来，吃饭来。念好嘞。一点。我不吃，给你点，你吃啊，你吃。干啥呀？我说了，我不吃。给孩子，吃吧。宁宁，睡觉了。我要和达达睡。不中，达达累了一天了。跟达达说，地上的小虫子就钻到你的鼻子里去了。你去哪儿睡啊？我就到前面。你就在那儿睡吧。别中。再往前就过了河南了，住几了？你咋了嘛？大宋家出来，你咋就不吭声了呢？咋了？没事儿。咋没事儿？发烧了？
你咋不恨我呢？我建议这制作20公里就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没事。哎，家族，哎，那个去外面交款，把药拿了吧。哎，嗯。你看这孩子，我去拿药。别拿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烧都退了，路上多喝点水就好了，真的不用拿了。我知道你担心啥。三叔不是给了备用钱了吗？再说，真的不用拿，不拿。你看看你，钱能比孩子还金贵吗？你放心吧，就是要饭，我也把你们娘俩送到老家去。你说你是干啥呢？啊！一天到晚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孩子病了，你也不说。你，高迪，你说句话，中不中？我是怕给你添麻烦。麻烦？你早就给我添麻烦了。那你不会半路上丢下俺娘俩吧？啥？你是怕我不送你们了？你是怕我半道把你们娘俩扔了？你呀，真是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想吃面条了？不吃，别没出息啊！妈刚才咋跟你说了？啊？来，大大带你吃面条去。走。大哥，孩子病刚好，补补身子。走。不用，不用补，他不饿。你这人咋回事？你有完没完了？走了，妞妞，吃面条去了。走，走，吃面条去了。大哥，钱不能再花了。哎呀，吃面条花不了几个钱的。走，妞妞，走，吃面条去。
这样。干啥呀，大哥？你都把它关坏了。没事儿，就是关，也关不了几天了。整的不迟。你干啥呀你？是不是家里来电话了？啊？没事。那你不会不送俺娘俩了吧？你这说的是啥话？我不送你，我不送你，我大老远跑这儿干啥了？我都跑了多远了？我知道，你别着急，大哥不是那意思。那你啥意思嘛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真就不送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姐，到底这咋回事？那说后边跟着你那人呢？三个多小时了，你说句话。大姐，你这不是坑人的吗？我就是个穷拉车的。你要讹人，你就找错人了。吃面条去。要不歇会儿吧，大哥。这路吧，就先过日子。
要上坡呢，就要下坡。这会儿累点儿，待会儿，待会儿就轻快了。你擦，擦完了我再擦。我不行，你擦吧。顺着过道往南走，走到头来要过来长江了。不着急，歇歇再走啊。不歇，就在车上歇。宁宁，坐稳了啊！要冲锋了，冲锋！冲锋了！下坡了！下坡了！冲锋了！下坡了！那咱就走了一半了呗。过了长江，就一半了。宁宁，这就是大大跟你说的长江。大大的不是长江，是长河。对，是长河。过长河喽，一半了。这孩子要是高兴，啥都不累。这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。过长河了，过长河喽，过长河了，过长河喽，过长河了。不过桥呀，坐船比过桥快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桥上不让咱走。哎呀，过了长江，离家就越来越远了。离你家就越来越近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给你打听个道，去湖南咋走的？湖南啊。你们是从哪来的呀？我们是从山东来的。山东啊？你们不会是骑车过来的吧？就是骑了个车。你真是去湖南啊？怎么的？那你们走错了，这是去重庆的路啊。妈的，走错了。哎，你说我咋就忘了看路牌了呢？多亏绕得不远，要是绕得远了，绕到了外国，回不来了呢。不行，我还要回家找奶奶呢。对，妞妞回家找奶奶呢。
老坤，你醒醒！老坤，你咋了？又做噩梦了？给，擦擦。快点睡。大哥，你恨不恨我？我恨你干啥呀？咱娘俩把你的婚事儿都弄坏了。我这心里头一直都堵得慌，你对妞妞太好了。妞妞这孩子谁见了谁稀罕，亲爹就不稀罕。我是怕等俺找到家了，他也离不开你了。那玩意儿离不开了更好，就给俺当闺女了。那你不嫌弃啊？哎呀，我就是瞎说你，瞎说你。好了，你别瞎想了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该下乡了，你就别睡吧，睡吧。进来。
可得跑，就错上加错。我是担心他们娘俩在道边没人管呢。怎么没人管？我们早就安顿好他们了。真的？废话，那还有假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知道错哪里了吗？知道了。娘娘，咋样了？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娘娘，大大给你变个媳妇儿好不好？啊，变。是大大在地上捡的。是大大给妞妞捡的，大苹果。这玉啊，还真来劲！一时半会儿还听不了你，听不了更好。正好你也多歇会儿。我不累，不累。大哥。上次你生气，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？没事，没事。是不是媒人那边的事儿？你要是不跟我说，我这心里边老是不踏实。你们听说我送你们走，不干了，非得让我回去。说不回去，不回去就慌。你咋办呢？我回话。我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回不去。那他们咋说？哎，这结婚啊，靠的是缘分，没成就是没缘。我把你们娘俩扔上，我还是个人吗？大哥，说句心里话。这段日子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起码觉得自己活了像个人。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。
我好啥呀？没啥好的。你人好，心好，对俺娘俩好。大哥，你说，要是找不到俺家咋办呢？都走到这儿了，咋会找不着家呢？鼻子底下不是还有嘴呢吗？就是挨家挨户敲，也把你家敲出来。我小时候，好像来过这儿啊。真的？那你能知道这是哪儿不？不记得了，可是我看着眼熟啊。真的？啊。太好了。欺负你们好意思吗？你还给车撞的，车撞了就修呗，怎么还打人呢？修车行，走，现在去，咱修车去呗。大哥，大姐，俺是从那个山东骑过来了，钱花了也差不多了，咋办呢？啊？别闲话都不会编，从山东骑过来，你当我弱智啊？大哥，我们真是从山东骑过来的，他们娘俩找家呢，我刚才光顾看道了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大哥，你们从山东来的？啊。就骑这个？啊。帮这位大姐找家？嗯。大姐，您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吗？她从小就被拐子给拐走了，这都20多年。还能记得啥呢？那您是他什么人啊？我啥人也不是，我就是看着他们娘俩太难了，我就是帮忙的。帮忙？这位大哥，我是电视台的记者。你们的车有保险吗？有，没有呀，没事，没事。那谢谢你们了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行，没事啊。同志，你说你是记者？对呀。那你能帮个忙吧？你说。能帮他娘俩找找家。没问题。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，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马坤的家人，紧张的筛查工作还在进行着。
怎么了？别急啊，别急。大哥，你说，要是找不到俺家咋办？没事儿，大不了咱再回去呗。你说真的？散了近20年的亲人再次相聚，这其中的苦涩与痛楚我们难以言表，但此刻他们是开心的，是幸福的，我们也真的很为他们感到高兴。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，一份淳朴的善意和一辆老旧的三轮车。孟大哥，能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吗？这有啥好讲的？您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这有啥好想的？难道仅仅是出于同情他们吗？嗯，就是。什么都不图？这话说的，你就这点事儿还图个啥？你这是啥都不图。那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咋打算？我咋打算？我打算我明天回山东了。妈，您别哭了，姐回来呀，这是好事儿，您得高兴啊。行了，您快去休息吧，这么晚了，我跟姐啊说说话。姐，孟大哥这人真好啊，他多大了？嗯，快40了吧。要说呢，也不是很大。那他一直没成家吗？
要不，就是不知道孟大哥他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看上我这个残废，是不是？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自己这么想了。我听他和记者说的那些话呢，好像没什么意思，可是你看他对妞妞，那可比亲爹还亲呢。要不我去问问。孟大哥，你非要回去，我们就不强留您了。这个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您千万别嫌弃。您拿着。这话说的，有啥可嫌弃？这里装的啥呀？路上用的。哎，孟大哥，孟大哥，不能咬，没那个意思，你千万别多想，你想多了。不，你拿着，一定得拿着。啥都别说了，这钱真的不能拿，啊，不能拿。孟大哥，他要是不要，就别强求了。他要是想走，就让他走吧。说您还是坐车回去呢，这路太远了。没事，等车拉不了多少，我一个人省点多了。关键是他路太远了呀。姐，我觉得孟大哥他对你有意思，咱问问他又能怎么了？这话不能问。孟兆良的事迹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各级领导都亲自赶来慰问，他被授予了本年度优秀市民称号。要不让妞妞到外面玩，我是怕一会儿她哭。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走，妞妞，舅妈带你出去玩。大哥，你进来一下。你还有啥事儿？这个是我给大妈带的东西，可你路上抽了烟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给大妈带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带回去。烟要是不抽，一出门就把它给扔了。我扔了干啥呀？钱你也拿上，除了路上用了，剩下了回去把三叔的钱给他还了。钱不能要啊，真不能要啊，不能要，真不能要。哇，你拿上就拿上。三叔的钱我不能还。
于三婶说的那个事儿，你到底咋想的？等收了球再说吧。收球？收球还是相对象了？你就是放不下他们娘俩。哥呀，你别问我了，中不中？我真的没啥跟你可说的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忙着呢啊，不说了。坐车吧，上车走了。坐车吧。坐车吧。坐。十块钱。行。坐。娘，啥？到镇上了？谁呀？正阳。孟大哥，你好歹说句话呀！啊？我听镇上的人说，你当初是为了跟麻坤成家，所以才把他带回家的，对不对？放屁！赵亮，你咋说话嘞？如果麻坤不是残疾人，你会不会考虑跟他生活在一起呢？瞎说！孟大哥，你就跟我说说吧，你说你到底是……你没完没了的，你到底想干啥？走！哎，孟大哥别走啊！孟大哥，长亮，回家！哎，回家！哎，挺热的哈。你说你这干啥呢？你总跟着我，我咋拉活呢？这都两天了，你到底想干啥？我想跟你喝酒，绝对不采访，行吗？孟大哥，我现在说的话呢，跟工作没有丝毫关系，完全是以朋友妹妹的身份。这个酒啊，你要是不跟我喝，我就不走了。别说是两天了，就是两周、两个月，我都等了。你，来吃点瓜子儿。喝点水吧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姐啊，她就是怕连累家里，这不正好有人来说媒吗？她见都不见就同意了。我先给你看样东西吧。今天我就跟你说句谢谢话。开始的时候就想早点把他娘俩送走，
免得旁人呢说闲话。妞妞那个孩子太好了，他妈也好，心眼儿好，我就想着娶了她，让妞妞叫我一声爹。你不知道啊，从他家走的时候，我的心呐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咋说？框框定在那儿了，大红花戴在我身上了，我成好人了。你让我说啥？走吧。想到了吗？想了，妈妈也想了，妈妈都想哭了。你酒啊？这不是我的酒啊。